又回来了，好可怜哦，它这样飞。要把伞下来了吗？可以吗？九十秒的弹性，过啊、没有没有，闪过之后90秒弹性。怎么了？丢他！没有闪了，我要丢他！丢他石头、哦。回来了，啥回哦？没有丢那个核桃哦。我大家可以丢他光台，他已经不见了，他该不会卡 bug 吧？没有，他回来了，他想重飞一次。真的、哦？机场觉得那边起降不好，他再丢他一次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个要多一点，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不要玩他了，让他去睡了。要多久？他飞了，总飞总飞，就总飞了，哎、欸！好爽哦！下来了，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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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下看不到了。哦、是有你骑一下吧，你骑一下吧。对对对对对。我的天！闪光弹，黄了，是不是雷了？要飞了！好忙哦！是不是要飞了？他是要飞了。是啊。谁撞了？又飞了又飞了！起身就给闪光弹。等他套过来，套过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闪光弹再去。忙什么啦？很好玩、欸。靠腰、喔。啊，不玩了，等他回家了。我被石头砸死啊！不会的，好像再丢我怎么办？我想再丢哎、欸。我丢一半的石头。哈要回去了啦。哦。要多久？可以啦，你的重铠就在这边了。重铠，重铠在天上飞哦。对啊，你现在、欸、没有这一颗。哎、欸，抗性了。丢他，丢他。哎、欸，不过不理我们了、欸。你不是喜欢吃核桃吗？核桃啊！我喜欢吃核桃哎、欸。被打回去了啦，核桃，我拿弓爪打你、啊。我，那边还有一个闪光哎、欸，啊，来不及了，好可怜，他飞得很累，到底在忙什么啦？好，不玩了，跟这个过去干嘛？好了好了，你看这样子多打了800伤害有没有？有吗？应该有，我觉得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没有，有啦，怎么会没有？好，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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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脖子后面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没有，哎、欸、没有，他直接在头前面呢，我没有掉落物、哦，我有、啊，好好好好，这边吧，然后说脖子后面呢、啊，好吧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好，一个一个，这边好，脖子后都在、啊、这里啊，啊，那为什么有人放那边啊？我不知道、啊。来来来，请撞。好了，我是最左边那个，看谁猜的对。都错。全部猜错、欸。直接撞吧，直接撞吧。耶、欸，我对了。你的脸好漂亮啊！刚核桃吃很多哈。养颜美容的核桃哎、欸。哦，我要穿转身衣了，我、哦、要死了！晕了，换地方睡觉了，死啦！对啊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用石头砸死他，差好几刀啊！啊，可以啦，我们还有只差一口三十几秒。我是现实的哦，搞不好我们都丢光胎的话，它会很亮哎、欸。
还敢？你不缺调查点数？欸，超多欸，我从四万多变五万多了欸。不是四十万多欸。哦，四十万哦，对啊。以前浓的要死，现在这么好取得。跟武器一样啊。那几把有点逆天的武器。安安，好，讲本名哦，卢小智安安，黄子佳安安，皓玉安安，大宝玉的颜色哦，颜色的宝玉，势力大呀，你有打大吗？你知道什么啊？我要重壳，可是他重壳只给我一个，欸，我也只有偶两个，哎，欸，我没有挖到吗？挖到一个，我看一下够不够，啊，结算没有。结算就是给我一个啊！我挖到一个，他给我一个。手四体柱。他现在给的东西都好神奇哦！你说你根本没有断尾，他给你三条尾巴。那个通语言就是这样。哎，欸，黄皮龙出现喽！想干嘛？用三个钟虐他吗？我重武装还没做完呢，啊，我要去挖矿。那走吧，走啊，去啊，去哪挖？巨魔，啊，是要挖那个吗？那个巨魔之地方。好啊，走啊，一起挖。来，采集装再度出现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啊，我先做好我的帝王装备。要上氧化了，那就上化了。哎，欸，用谁的？你们好像只能进我的。我们不能，他不能来我们的，我们的等级高，低的不能去高的，高的可以去低的。Are you stand? Are you understand? 雷电带。我有缺那个雷电，哎，你说哪个雷电带？我就是去探那个啊，小猫探险队啊，去巨魔之地啊，随便点个雷狼龙啊什么的啊。哎，欸，有巨魔之地？我有啊。你那个啊，你黑狼鸟还没打过对不对？啊，你是说哪个黑狼鸟？主线的。还没啊。哦，我们今天下午是打过了。还是你想打啊？可以。HTT， 你到底啊？他还没三等，先去你的，啊。我差一点兵啊！我再解个那个就三等啊。好啊，走啊！等我一下啊，哦，马上好。重做了，可以把珠子重配。雷狼龙的钢脚啊，他有钢脚？有啊，我刚刚拿到三，好，我刚挖到三个。哎，欸，阎王是做什么？头、腰、手吗？头比较重和腰比较重，欸，头手，但是有人会做双，有人会做腰，就看个人。嗯，要看哪个技能对你比较配。然后那个嘞，黑狼是脚嘛？还有个是什么？那个不是黑狼，那个狼，黑狼对黑狼对黑狼脚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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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另外一个就看你要做什么了。另外是什么？近战的话就轰吼，是轰是什么？黑轰龙。轰龙，哦，那个，那又是黑轰龙，那就是之后的东西吧。是跟黑轰手都对，黑轰就暂时是没有。等下是想从哪里开始挖？真理，我不知道怎么挖比较快，所以我跟你们走。那就先从真理或我想马上好，马上好，对不对？要赶我。轰吼铠甲，帝王手，帝王腰，帝王头，生产装备，可是输出装欸，我要是输出装啊，对啊，他们有锤子用的，
锤子你真的要找？锤子都有啊，锤子就是我现在有一套啊，就是没有吸血啊，玩得很累啊。地图不见了，右手找不到。我找到了。那、啊、先做一套。阎王妖嘛，先做嘛。哎、欸，妖妖啊！你还是说阎王头？投手吧。投手先做吗？最后一个就看自己看一个配装了。我手是手没看到中国 Alpha Beta 我觉得都可以啊。嗯。是该是左手啊。腰。爆破性强化。哦，爆破把它当没有。哎、欸，我爆破很有用、欸。哦，那你用得到，很棒、啊。看，好，嗯，哇、啊，缺一个重壳。谁的重壳？连王啊。那要不要先打，再打一次啊？啊，再打一次。不急啊。哦，我好了，全部装，马上来。来，我也套这个招。所以咧，还是打阎王吗？没有那个，你不是说不急？对啊，不急啊。来了，来了。接任务了。啊，上厕所认真上啦！上厕所就要认真上。狗狗。巨魔之地出发。Go。我出发啦。嗯。拜。好吧。哎。哪里怪怪的？先打森林吧。不好，先打森林的。Go， 就靠着墙边啊，墙边绕就好了。反正他的工种和工矿都在墙边，几乎、啊。我随后就到。我已经到了，正在等候你。这时候往那边走。有烧鸟，烧，很烧的鸟。其实读取这个巨魔石还蛮久。哇，这边走貌似没什么东西。先吃个饭，增加一下体力。好，开始玩。妈的钓鱼好手，钓起来！我先去捡呐、啊。我没有发现任何的矿还是古种。你要慢慢要绕啊？绕啊？要绕哪里啊？他在一个地方才会有哦。你来我这，你来我这。地图左上角。帮我找到一个矿。哦，湖水有结晶，在这里挖的。什么？我没看过。这是什么？这只鸟看起来好特别哦。好丑。我没看过这只哎、欸。这不是在我们的那种鸟吗？是一般的翼龙啊。哎、欸，
可以把他打下来吗？我想扒他皮，我真没看过他、欸。啊，他死哦，我知道了。我说这种看到大回复蜜虫，没有看到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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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看这边有没有？有吗？哦，这是古董啊，好不显眼哦。对啊，古董是。你挖久就显眼了。对，矿一开始才不明显就是。你就这一区附近绕一绕，转一转，泡一泡牛奶。然后你那个刚刚不是大回复蜜虫吗？旁边有个洞可以进去。然后里面会有古董跟左进去之后，左转蜘蛛网那边是古董，然后直走的话是矿。这里会出东西，几率蛮高，就是。出古董。刚刚的回复蜜虫。你贴着走。看到他，有我在贴着贴的。左边。我已经很贴边。这边啊，有看到我吗？有，我看到 OK 啊。这边先往进。进去那边是骨头的，阿兹兹走是矿的。我去看一下前面，还有没有东西？啊，没有。头的没有就没有了啦，不过它升很快，附近绕一绕就好了。对啊，你再绕一圈之后它就升完了，虽然说位置会不一样啊，不过位置是固定的啦，重升位置重升的时候是 不一定啊，固定位置。下去挖矿，这边是矿好啊！我看那个影片都有那个很巨大的矿，那个是那个就是要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直挖。你挖到发现你的那些矿的图案变成黄色，变成红色，红色的话就会出现了。一开始是白色嘛，现在矿已经变黄了啊。你看那个矿那个，你等下靠近矿跟骨头，你看颜色就知道。我真的不会，我真的不会到真的应该，你吧。他有点太紧张。等一下，我有没有锁定啊？我又走回来了，靠北。对。哦。他这样挖也会增加调查点数吗？会，但很慢。蛮多的。会吗？蛮多的啊，我有时候一直挖到那种调查点数。700就跳的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他是说提升森林的，会啊，对啊，啊，我是说这个很慢啊，对，很慢慢的，要绕很久才会到，所以人越多越好。我那天是集体在那边挖、欸，那我看到矿了，楼下真的是有够少的，楼上挖。腐朽的蝎精，哎，被蜜蜂咬了哈，被蚊子咬了，王八蚊，差不多这样概念。你的骨头应该会最先出来，巨大的。看，为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？除了是巨大古董，我慢慢进来喽。炫鸟哎、欸，要宰它吗？不行啊，炫鸟不是这边的、啊，我要宰烧鸟啊。
有想要宰哪边的吗？森林的，森林。他想要森林的，他想要黑那个、啊、黑狼鸟先出来啊。好。白痴哦、喔，太快了！老鸟跑啦！再救就好了。看等下是谁来替补啦？我怎么一个矿没都没看到？我一找，我已经快迷路了。我是都看到骨头哎、欸，没看到什么矿。随机的。大回复蜜虫最小尺寸。你看那结晶化，结晶化龙骨就250了，一个250，超多的。我看到矿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哎、欸。那个人都不一样位置啊，你也不用。我有，你没有有。拆迁大队，我就看里面有没有重生。我那时候就是钓鱼啊，为了钓一个大金的什么，缸的什么鱼的。火药金鱼？不是，什么爆破什么碎片的，做火药饵的那个鱼。而且湖种我看到了。那就是一边钓边等到后面矿物重生。然后就是外面绕一圈，鱼又生了，就这样子钓到大金。哦。对啊，彩带锅要寄回去那个回报。对啊，你身上会满哦。不会啦，这边还好啦。四张地图跑才会，再提醒一下。哎，我没捡什么东西啊。没有啊，是我们那时候是四个环境都去踩，踩到身上爆掉。采矿啊，然后挖。来一楼了。哦，矿变大了。有啊，有变大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看一个矿都看不到、啊？你去楼上。我也是一个矿都看不到哎、欸。楼上楼下要交替拆。矿很大颗，很明显。然后这里我刚来啊。应该很明显。哇，我之前看都有东西啊，为什么都是什么都没有？哦，楼下也要去是不是？嗯，你的可能生在楼下，楼上就不会长了。哦，我怎么下去楼下？这边啊，这边藤蔓，这里老猎人。我地图超杂的，我看不到藤蔓在哪里。哦，是很杂。哎、欸，有毒妖鸟，它毒妖鸟我记得好像是。是啊，是森林、哦、森林加那个荒地。打死他！好打。等等啊，采集中打吗？来啊！来啊，可以啊。我要吃鸡排，哎，你自己叫。好，你给我他的赖。啊？哎、欸，古种变红了哦。哦，好，红了吗？我楼下一个屁东西都没有。就找啊，他真的是很随。他会在中间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我挖到引导的古龙森那个龙骨森林了。要出了哦。要出了。哎、欸欸，等一下 ，HT 来我这边，我找到那个营地了。你在哪里啊？在我，你标记他。找引我不？你不要，你用叫宠物叫我来我这边。标我这。我都没有采集的，我先采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叫我采集小达人啊！
头哎，怎么逛什么都没有？你怎么那么惨？哦，你不知道，我每个点都逛过了，可是完全不知道。我看到了，好，没事，欠骂，欠嘴，欠嘴，嘴一下就有了。哦，又有森林。哎，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哇，又有。啊、你不要近我。哦、我看到了，又不要近。哇、哦，你这边有点远呢、欸。你过来吧，没关系，都慢慢来。哎、欸，真的欠嘴，嘴纹都有，什么都有了。我的龙标记你，它会到你那边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不会，宠物不会吧？那我说我的宠物啊，宠物可以啊。标记地图物件。啊，我不能标记人啊，我标记人、欸。我标过人啊，他乱走。没有标记啊。他会去找龙的足迹，带你去龙旁边。那么你在旗舰上面，然后打开地图标人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标人没用啊，我有用啊，我一直都这样找你。就标附近的地图物件吧。没有，标人他不会走啊。标人没用，真的，他带我去找。真的啦，我每次标人都失败。我每次标人他都不知道在干嘛。为什么就你可以？问号啊，问号啊。啊，楼上没了。你在下面的。哎、欸，我已经他家的 Uber 比较厉害。我已经挖了三个森林了、欸，哎，引导森林出来了、欸。往上爬。巨大，怎么还不出来？上爬、啊、这里啊。对啊，小东。有吗？哦，有。对啊，我在标一次看啊，老可能就这两个营地而已嘛。对，一跟三，爬文是说一跟三而已啦。来，我标谁啊？标你好了。然后他营地好像是要苍火龙的刚毅。哎、欸，我只加荒地跟鹿山虎台地耶、欸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加古代树哎、欸。你挖的不够多吗？啊不，他没有加森林啊，他是荒地跟……你看我找他找到你了，那就来那个啦。你看，嗨，没有看到最大的古种，他就找到你啊，总会不可能。来，你要来挖骨头，我已经挖到很多红色骨头了，好像最后一个要你挖才会有大骨头。哦、你是房主，我继续努力挖。我刚去找那个营地啦，所以没有挖。我来了。发现下面很少哎、欸，下面几乎你往上走了，你就往上走吧。我挖很多了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我下面那边那个。你看啊、喔。我对森林是不熟啊，这边有矿，这边有争夺地盘，去哦。哇，好爽哦、喔！降火龙，苍火龙。注意哦，我挖到矿了，看到矿。争夺地盘，哎、欸，你也挖到了。嗯，哇，那是共装的吗？飞龙总加一。哎、欸，矿跟骨头都红了哦、喔。对啊，矿红。我去看里面的骨种有没有骨种好了。没有，现在主要是要他挖到才会有引导。有吗 ？HTT 你会挖到一个？没有，你就挖到为什么什么？挖矿会是用什么引导的什么什么森林？哦，那个我还没有挖到。你应该现在挖得到了。哎、欸、有啊，你看看有矿啊。哦有哎、欸，大龙脉炭这个吗？没，你再继续挖。更想更想一点。你的手会挖很三次的那个。哦，那还没挖到。挖很用力的那一个。我过你的不同的世界。对啊，我怎么感觉我跟你们不同的世界？哦，有了，还不，哎、欸，五种，啊，有了，引导的结晶森林，嘿，哎、欸，阿、啊、怎么没有蹦出来？还在一下了，再挖再挖，我是挖到一个啊，是不是还要再一个？嗯，再继续挖，继续挖，啊，这次，行，真的，可以帮他定技能一下。尼玛，自己太厉害！哎、欸，蚊子！哎、欸，我在哦，被骂了。
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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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下倒下，巨大古董在那个小巷里面，看看有没有。好，刚刚那个小巷里啊。嗯，那边会出必出一个，不是那边就是另外一边啊。油吗？哎、欸，好像在我这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是那里面啊。在我这。Three， 回来回来。我看到他了。哎、欸。我那有没有看到？他在另外一边，他在另外一边。哎、欸，你看，矿也出了，这边矿在我们这边小巷这里。好，好，我走过去。哎、欸，阿菊，你在哪里挖到？楼下还是楼上？楼下。引导的森林又挖到了。哎呀，啊，古董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另外一条路另外一边。楼下，楼下。从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从这边下去。楼下。对啊，楼下。啊，那个布娃会不见吗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没试过，因为我们通常有一定冲去挖的吧？靠！啊，从那里下去，我每次都是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里啦。下来。争夺地盘的痕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哪里？哪里？这附近，我刚刚有看到。啊，我下来了，没看到古董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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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哦，有，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要跳那个喽，飞龙种，没有，是兽龙种。我的是兽龙种，我要跳了。巨大古董在哪里啊？下面在哪里？对啊，我没看到巨大古董嘞。哎、欸，没有吗？我有、啊。我看到的是矿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找到吧？对啊。啊？找一下，找一下。啊，哎、欸，你们刚不是说挖到巨大古董？哎、欸，对啊。你要找一下。我们找一下啦。不要急。我没有，我想问你们挖到了，我没有看到。在家无？哦。遐大脏，讲看无？大脏。嘎嘎，咬死你！哎、欸。咬死你！哎、欸。好了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来。哎、欸。想不到龙在阻止我，队友在阻止我。再不插维和族啊！对、欸、哟。我要打哪一只？也对哦。欸、你躲好了没？哇哇哇好哇！啊。他不是杀了毒药鸟？啊，可以了，毒药鸟在那个上面。嗯。九六。可是你不是采集装哎、欸？啊？我是采集装、啊。啊，那走啊，打啊！这里啊、欸，这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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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、我采集装哎、欸！我打打，我采集装、啊。我地学三等、欸。还打？我瘴气环境，哎呦呀，跑掉了。闪他！然后他是叫我们回去换装吗？对对。好。那跟本来一波回报一下。哎、欸，差一咪咪啊！真打啊！Go go！泰西，原本不想处理你的，你竟然吼我，去死吧！哎，我的小黑，你是小黄。
有人加了，哎呦呦，好多好多好多哦！恐暴龙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我一次加两个。你应该有，只是还没解锁而已啦。对啊。有点难过。不会啊，你要就开给你哦。对啊，没石头，没石头，我没石头，我没石头，我有，待会儿，再也不要石头。哇，脸亮亮。尾巴，尾巴，掉喽，掉喽！香甜气味的毒猴袋，香甜，听起来很不错。看吧，打了一个字，鸟龙走出来，打了一只甜甜的。哇，自己偷偷打哎、欸！拜托，拜托你等书出道好吗？等你们不如我自己先上啊！靠你了，交给你。我现在不上，我等下就不用打了，被你们断成智障。才奶冲啊！没格子喽。换装备啊！现在换啊！